具体的工作分工由蔡小姐向诸位交代，我只是想强调两点：第一，保密；第二，要忠诚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放别墅家的红色专线，这两天我吩咐他们搞好。很好，到此。今天晚上我还是住在别墅，有事情往那里打电话。啊，是。你告诉唐飞，让他对警校的那些专家要招待好，吃好喝好，玩好。明白。大家都清楚各自的任务了吧？清楚了。以后大家不必跟我这样，我们都是同事。是。福原局长刚才已经告诉各位了，在今后调查间谍瓦吉姆的案子中，如果再出现问题，也不会追究我们的责任。但我必须补充说明一点，不是所有的问题。像上次鲍里斯自杀，我们的确无法阻止，再出现，当然也不会追究我们的责任。但是在其他方面，纯粹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责任造成的问题，比如就像上次抓鲍里斯，大家兴师动众了那么多人，结果还是让他给跑了。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我一定会追究所有人的责任。就像福原局长说的那样，但愿他不在凌河，如果在的话，希望大家竭尽全力尽快发现他的踪迹。好了，请大家从现在开始先把可疑人的名单交上来。是是是。嘿，唐飞这小子不等咱们就先溜了啊。你还真愿意操心呢，他现在身负重任，你用得着管他吗？哦，那什么，那个保安局要那份名单，到时候你得替我想想办法啊。哎呀，我能想什么办法呀？我从来就没办过这一类具体的案子，我手底下连个线人都没有，你让我上哪儿找嫌疑人去？行，嫌疑人的名单呢就交给我了，我来负责啊，是吧？反正咱们俩不是鱼帮水就是水帮鱼。是啊，老方啊。一共六个老师，何胜知道，他跟我一块去接的。你们去两台车，把他们全接上。哎，哦，拉上他们以后去一个老王八饭店。啊，对对对，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。那些老师现在都在收发室等着呢。啊，喂。蔡小姐，怎么一散会你就没影了？哎呦，我这不得赶快落实福原局长的指示啊。时间不早了，那些老师我怕他们等急了。那晚上你去不去？哦，我当然得去啊，你快去布置吧。哎，好。再说了，我也得赶紧的落实你的指示啊，赶快上报那些可疑分子的名单。少来这套，我还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办。你今天在会上说的那些狠话，谁敢对付啊？连方厅长都紧张了。我太了解福原局长的做派了，有些狠话必须由我来说。他来做好人。不和你废话了，你忙完给我打过来吧。
好。喂，蔡小姐您好，我是临河分号的黄掌柜，刚从哈尔滨回来。你的父亲让我给你捎了点你喜欢吃的东西。知道了，黄叔叔。我现在就回去。进来。秦先生说您家的红酒怕是喝完了，他刚到了一批新货，让我拿两瓶给您尝尝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以后长期给您送。99号有急件。您的父亲知道，您好久没有吃过泡菜了，所以特地让我给你烧了一坛。父亲，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，但我一定要利用这次专案组的机会，争取尽快完成我们的计划。福原让我继续考察汤飞，我倒是希望能够利用它走得更远一些。小孙，哎，家里边已经安排好了你们撤退的事宜，会有人跟你们接头，你们只需要对出暗号。那我走了。等等，你帮我送一封急件到99号信箱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了吗？是的。
进来。就是九号恢复的肌腱。谢谢。唐科长，蔡科长，为了表示你救了我，今天晚上想请你吃个饭。可是我今天晚上得陪警校那些老师啊。这陪吃陪喝还挺全面的，用得着你亲自去陪吗？这是福原局长的指示啊。我看呀，是你自己特想去吧。那行，我上去给吴科长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自己弄去吧。哎，算了，你去吧。哎，我当然想陪着你吃饭了。油嘴滑舌，警校的老师啊，级别都特别高，你还是好好陪他们吧。那行。等等，千万别喝多了。又不是陪你，跟他们我不可能喝多的。小滑头，滚。Yes, sir. 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开始了，你干嘛还在外边啊？哎呀，都是一些警校的老师，有和尚在里面就够了。看了吗？你这就是看人下菜碟了。这些老师级别都不低呢。不低也没什么大用，要不然你早就来了。按这顶上提的要求，把所有有嫌疑的老毛子都给列上去。这又是要干什么？抓一个重要的间谍。又要抓间谍啊？这个事儿啊很重要，千万别马虎。这来，愣着干啥呀？干敬酒啊！来，科长，要不进去玩会呗？我就不去了。你不会又去找那个蔡小姐吧？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一说，合着我就这一棵树是吧？我就得在蔡科长这棵树上给吊死？其实你不说，我都能猜到。你入错行了，该去算卦。如果蔡小姐往这儿打电话的话，我就说你刚刚回厅里办事儿去了。说我回家了。来，哎，你记住啊，有事儿往我家里打电话。明白。真冷。
进来。哎呦，刘翻译官，你找我啊？叫你来呢，是想向你解释一下啊。上次抓你，要是一点都不知道，我们那个李警官背着我干的，实在对不起啊。哦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只是一点误会嘛。没想到秦先生这么大度啊，我向你表示敬意。哎呦，不敢不敢不敢。谢谢。哎呦，您请您请。这是远东局发来的密电，汤匪同志，那个叛徒也许真的不在远东局内部。肯定在你们内部，我怀疑他已经识破了我的计策，再跟我将计就计。你是说这个叛徒已经知道你是故意引他出来的？是的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处境太危险了，汤匪同志。你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继续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这太危险了，瓦季姆同志，你简直是疯了。只有尽快把你们内部的叛徒抓出来，我才能安全。李警官说，你想给我们特务科也当线人是吗？哎呦，是的，是的。刘翻译官，从这个月起，我给你们特务科啊也备了一份。什么呀这是？啊，刘翻译官，你懂的啊，收下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你如果给我们特务科当线人，不仅不用你给我们拿钱，我们还会根据你提供线索的价值给你钱呢。给我钱就不用了。哎，刘翻译官，你给我些特权，让我多走私些货物。秦先生，你要当了我们特务科的线人，可不能老想着去干那些违法的事儿啊，知道不？哦，那是那是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别往心里去。哎呀，我们特务科没有走私的特权啊，所以我实在没办法在这方面帮助您。哎，但是我们特务科的特权呢，可比走私要大得多。你如果举报了一个有价值的反满抗日分子，那按照规定，这人的所有的家产就全都归你了。是吗？啊，我听说你那个夜总会老有一些苏联人来，是吗？有的有的，啊！你根据这些条件，啊，回去好好对比一下，有一项符合的，就列上名单。哦啊！这个条件挺宽的，我估计啊，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很多。是吗？是不是都得给你列上来？全都列上。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。那好，哎，我这就去给你搂。好。魏克斗同志，请你给格拉西姆将军发电报，把我的计划告诉他。好吧。这是前天你的司机啊交来的保金啊，这些都拿回去。哎呦，刘翻译官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这个完成任务是两回事儿。秦先生，我真觉得我们是相识恨晚呀。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。哎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将来有一天呢，如果你愿意，我还准备吸收你为我们科的秘密警察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哎呦，那我愿意愿意愿意。喂，啊，稍等，你忙去吧。啊，赶紧拿走。
怎么还不过来？我这儿忙着干活呢。真的？叫几个菜。都准备好了，快点儿。开车，一会儿再说。好。哎，最后啊，刘范医官还对我说，将来准备吸收我做秘密警察。太好了，这说明啊，他们已经彻底打消对你的怀疑了。啊，那是肯定的。哎，你看，这上边啊，条件都说的那么具体，他要是不相信我，不会让我帮他查这些人的。特务科的人查那些老毛子干啥呀？当时我也想问，可后来我一想，不应该问吧。嗯，你做的对。如果你真问了，说不定会引起刘翻译的警觉。哎，咱们什么时候撤？明天。今天晚上先把你的家人转移了。蔡科长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唐科长刚走，他喝的有点难受，回家休息去了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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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要麻烦了？谁要麻烦了？你爹。提前回来了。哦，蔡科长啊，我刚回来。谁陪你回来的？问你话呢。怎么了？别逼我去你家抓他，唐飞。我怀疑你没有招待好那几位贵宾。自己带人。好吧。你过来。接一下我们保安局蔡科长的电话。啊，唐科长，喂，蔡科长，我是秦德龙的司机孙希远，我来向唐科长汇报一个线索。啊，辛苦你了。啊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能让唐科长接个电话吗？哎，喂，他是我们科的线人，来给我汇报线索的。你忙完以后，能给我回个电话吗？好。
怎么会这么激动啊？服务员让我假装吃醋，我怎么好像还真着急了？蔡科长是不是把我当成女人了？你故意对付他的吧？来。对了，让你们撤离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明天。为什么呀？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先把老秦的家人给转移了，一起走目标太大。还有，夜总会不是上午休息吗？利用上午休息的时候走，可以麻痹敌人。你考虑的很周到。这个关键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。是，我知道。唐飞同志，我敬你。好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小心点，好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我没看你老牌子啊！啊，他们坐了哪辆车先走了？你还弄了两辆车呀？哎呀，东西太多了，没用的东西就别带了。哎，哎，小心点啊！我跟你说，都是值钱的东西。我想扔在这儿啊，留给敌人太可惜了。我把他们都运走，当然了，这车啊不跟我上山，到了牡丹江我就把他们都给卖了，换成物资带到山上，也算给抗联做点贡献。难得你想得周全。应该的。咱们明天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一早吧。能不能晚点？干嘛？我想啊，把这份名单交到特务科。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我这么想啊，特务科刚给我下了这个任务，我突然消失了，他们一定会怀疑。我要是把这份名单呢明天给他们送过去，咱们就算是走他个三天五天，他们也不会察觉。有道理。Вы сомневаетесь, товарищ Андрей? Да,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. Причина? Да, и еще в тот день, когда он приходил с вам с докладом, возможно, он увидел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Вадима. Вот как? Да, ну, конечно, содержимое ему не удалось разглядеть. Он увидел только заголовок. Товарищ Андре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коммунист. Когда будете проверять его, будьте осторожнее. Так точно. И пришли нов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от товарища Виктора. Фу Ян 局长的秘书刚来电话了，说明天早上要听你的汇报。今天不是刚布置吗？估计是上面有人催了。嫌疑人的名单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晚上才布置给吴鹏，最快也得明天下午了。下午肯定是不行的。蔡科长，我今天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啊，我在想一个问题。想什么问题？这个瓦基姆是个干什么的？要是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我们还查什么呀？看来你是喝多了。我没喝。那是我喝多了，总行了吧？别多想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吧。Товарищ Вадим завтра собирается раскрыть карты.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, это очень опасно. В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у нас нет другого выхода. Если завтра товарищ Вадим раскроет карты,
он попадет в более слож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. И м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к этому готовы. 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приказу, 1-й, 4-й и 7-й отделы приведены в полную боевую готовность. Очень хорошо. Если завтра мы получим радиограмму от товарища Вадима... Сразу же начинаем действие по плану Мудаула. Чега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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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几个老毛子都是我们认为很像瓦基姆的。很好，坐。这个人要重点的查一下。是。唐科长。 你的名单呢？哦，我的名单得下午了。你好像精神不太好啊。没有，还可以。啊，是这样，我的名单嘛，早就已经搞好了，我。 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一直在考虑瓦基姆的这个案子，又把我的名单给推翻了。为什么？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这个瓦基姆到底是谁？ 谍情的案子搞得少，当然也看了一些内部的实际案例。我们都知道，为了保密，间谍都有代号，什么雪狼啊、057啊、峨眉峰啊等等之类的吧。所以，我认为。 瓦基姆应该是个代号。唐科长，请不要拐弯抹角，赶紧说。那既然是个代号，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人的名字来对待呢？ 你什么意思？看看我们面前嫌疑人的名单。既然瓦基姆是个代号，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认定瓦基姆是个苏联人，而不是个满洲人呢？ 说说你的理由。首先，苏联人为了保护真正的瓦基姆，让个冒牌的暴力斯死在了我们这儿。那么，昨天福原长官说，苏联人有可能是特意让瓦基姆死在临河，以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真的认为瓦基姆在我们这儿。 从这两方面，不难看出，
苏联人为了保护真正的瓦基姆，其实一直在跟我们玩声东击西的诡计。你是说，他们用瓦基姆这个名字误导我们，让我们认为瓦基姆是苏联人，其实真正的瓦基姆很有可能是满洲人，或者美国人、朝鲜人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。谭科长，你的这个理由很重要。唐飞这小子脑瓜够好使的啊，他怎么会往那方去想呢？如果将来抓到瓦基姆，证实了他的推断，那他的功课就立大了。不见得吧？你想，如果瓦基姆他不是苏联人，上头早就提醒了，不会等唐飞去捡这功去的。也是啊。哎，既然这样，那他为什么那样说呢？胡说呗，你没闻到他一嘴酒气，昨晚一边跑哪儿去喝糊涂了？有可能。蔡科长，你觉得唐飞的想法有道理吗？有一些道理，不过确实有点异想天开了。哼，他的想法倒是很特别呀。您同意他的想法吗？不同意。哼，他简直是哗众取宠，竟弄这些虚头巴脑的来糊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他的名单，没有一条有价值的线索，他还不如那个方世宝呢。方世宝不是搞案子的，他的名单里还有不少有价值的线索。他跟我说，他昨天想案子想了一夜，我看他是喝酒喝了一夜。唐飞，昨天是在陪那些老师喝酒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老师们高兴吗？高兴的，大家都非常满意。哦，要是这样，我倒是能原谅他一次。啊，蔡科长，你马上布置人，把这些名单逐一的核查，深入秘密的调查。是。Thank you.